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欢迎来到 Wesley Gaming 的频道。怎么操作？哎呦，他出到十呸，那挺难搞的。四张二吗？他四张二就有点恐怖哦。啊？啥？还能接受吧，这把。诶，哇，不能，不太能接受。这把牌面不错，嗯 ，Q 能让吗 ？Q， 我觉得让，冲一波。换到一个对子，铁子三，可是这样子二就去打出来，可是是比较稳一点啊。我说因为可以选择直接甩葫芦尾的，选择那种进攻方法，就吃一张，我吃一张二。我这把怎么操作呢？这样子操作吧。哎呦，没有换到东西耶！如果有二可以吃掉的话，那就非常的好。哦，他过哎，九也过，不排除有什么葫芦 K 呀、等等的。这样打吧，哇，真的有哎，哇，头大，我真的有葫芦 K， 有葫芦 A 哦，我这也太难受了吧。超难受哎。拨个单，拨个对子吧。我啥？这啥呀？哇！哇塞！
很难受哎，我打拔葫芦打了。哇！电影月分奖，按赞，就是中。